支持呢度呢度，支持我望过嚟。系，我攞嚟啊你，冇错，系放学过嚟嘅，然之后就坐车，然之后就坐吊车，坐水晶吊车，强调。自己有冇信心啊？女歌手，因为今年新力军拆咗，可以女歌手都有分金银铜啊嘛，你自己有冇信心啊？攞奖呢啲嘢就顺其自然啦，我冇乜所谓，但系即系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想攞奖嘅，但系就呢啲嘢都系要顺其自然。咁你觉得佢咁样拆咗会好啲啊？因为如果近拜嘅话，你嘅竞争对手可能多咗啲 Emma 即系193啊、Eden 啊咁样嗰啲。其实我自己又对攞奖呢件事就冇乜太大嘅即是怎样讲呢，即是好像当初我说我只是想拿经验这样，即是其实现在都是一直保持这个初心，保持这个初心，即是没有说特别想拿奖，但是我就非常之想顺其自然去进行这一段旅程。但自己都不想呢，即虽然你说顺其自然拿奖当然是想的，你今次就 是当然想的，当然想攞奖，但是就真的顺其自然。你都好表现到诚意啦，我成日都想要讲过你。我觉得是要尊重每一个活动，所以我就觉得都是尽量赶过嚟，系追得几多得几多。你好像是入行之后，即系今年第一年参加颁奖礼，自己心情紧唔紧张？即系会唔会渴望参加盛典呢啲咧？是非常之紧张的，同埋我见到今日有好多歌手喺度，有前辈啦，有歌手啦，有好多 fans 啦，系，所以就觉得非常之激动同埋兴奋。同埋细细个成日都睇颁奖典礼，终于你而家都细个，你终于有机会就睇啦。今年自己有份参与，系今年有份参与，觉得好荣幸，系。好，谢谢你哋啊，辛苦晒，辛苦你啊。